只要活得够久，什么合体都能见到。 Yes OK 一响，是谁的 DNA 喊喊动了。阿明浩给死气沉沉的内娱一点震撼。不敢相信，这是可以在内娱看到的舞台。19年前为他写的歌，19年后他们共同再次唱起。苏有朋的一声如品让人瞬间泪目。哇，如品，这是又梦回爱情公寓了呀。陈美嘉，陈美嘉，陈美嘉，我来神掌。再说不说，他俩更适合眼前任务。好了，别哭了，高兴点，笑一个。我只是想证明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欺负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夏哥哥和你。这真算得上世纪大同框了啊。不行，杨幂和胡歌当时谁没狠狠磕过呢？大大方方就是专辑 BE 吧。我过几十的